磁300液位计，其主要作用是精确测量并控制储水设施的液位高度，主要分为就地显示和远传显示。就地显示主要是由液位计的本体、标尺、磁三柱以及本体内部的磁浮子组成，远传显示主要是由远传装置来实现。磁翻板液位计的工作原理您知道吗？磁翻板液位计就地显示是先将液位计安装在储气罐上，当进行测量时液体将进入到液位计本体，随着液位的上升，磁浮子也会上升，磁力会使磁翻柱180度旋转，白色面依次转变为红色面，红白相间处是液位的高度，液位下降时磁浮子也会下降，红色面重新变回为白色面，这就是磁翻板液位计就地显示的原理。您知道磁翻板液位计的优点吗？非浊科技磁翻板液位计有很多优势，包括对腐蚀性、易燃和有毒液体的应用安全、密封、高度可见的磁条图指示器、精密定制工程浮子、可满足特定工艺需求、独特的急速出口工艺连接，并采用标准的上下浮动止动弹簧设计，可以在异常操作的情况下有效地保护浮子。关注飞卓科技，了解更多产品知识。